我刚刚没钱，应该说我很有钱，但是因为我乱买，我买了64个绷带和两组弓箭。你疯了吗？又是这个绷带，为什么拿不起我背包里的东西？应该是因为那个了吧？你要重登一次看看。对，那你要医疗包吗？我们来交易。我有一大堆医我疗这边有包，很多，好，那我医疗包给谁？你可以丢地上。我去体育馆隔壁捡，2楼也是没僵尸，可以，1楼有僵尸。真的吗？哎呦，我也卡了，我要重登了。关掉。交易界面要怎么开啊？哦，我那我捡开。了很多包包的东西，但试我一先下。给你三级亏，你有三级亏吗？哦，我现在是2323。2323，你缺什么？头和那个裤子吧。你缺裤子跟喷头，等等，那个开那个啊，交易界面怎么开？对，按 Shift 右键。右键。哦，你点到了。你看，你捡到车车，你要这去开？个是什么啊？嗯？这个。那个啊？车子吗？这个是啥？哦，这是狙击镜，你可以装。它底下不是有一些那个道具的名称吗？就是那可以。给你一个，我有2个。什么？我有3个哎、欸。好啊，那就可给以充。我，那对这个啊。是哦，这个是信号枪的弹药。信号枪弹药。哎，我不小心按掉了，不好意思。嘿嘿，好的。是我开的吗？应该不啊！是我吧？把信号弹发出去了，真的吗？这个笨蛋！那其夹子可以干嘛？夹子可以夹铁丝网啊，我有一个铁丝网，可啊。以吧？嗯，你可以放铁丝网在地上，然后去夹它，把它夹回来。不要。那我可以夹别的铁丝网吗？什么？原来铁丝网粘在上面太久才会痛啊。我要夹它，为什么我不能夹？因为那是场景的铁丝网，也不能夹场景的铁丝网。我不能野生拿铁丝网，你只能夹自己放的铁丝网，或者别无人放的铁丝网。聊，那还有多无聊？You are too cushion to a safe zone. 哦，Wait for away from it. 你离安全区太近了，要离它远一点。我们去远点的地方开吧。他去多远？我不知道哎，试试看呗。啊，要去离安全区选。哦，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，那我好像自是己。空投包包，你会召唤空投下来的样子，空投是什么？就是空天上掉东西下来啊，天装上置，会掉东西下来。大概吧。我们去公路，我们去体育馆。好哦，我们去体育馆附近丢看看吧，先放车子吗？也可以放车子，哦，嗯，要怎么上去？右键吗？你在哪里？哦，我可以开了哎，这样子，而且里面有东东。哦，是这样做的。我进来了，我怎么在 hold 住？哦，你看右键之后会选座位啊，呵呵。哦，等一下怎么开啊？哦，进那个眼睛转哪边，它就往哪边开啊，就是你的你目前看的方向。所对呀，以往后看就是往后开，可以哎，装僵你尸在哪里？吗？你往后开哦。啊？呵呵呵。你好放啊，僵尸。你要去哪里？我不知道去哪里，可是有人在喝饮料，我听到了。在你车上喝水。不过我们不是要收东西吗？收东西，收什么？好，不然我下车喽。下车了，我看怎么收车子，F5 吗？不行，那怎么哦出？，Shift 出来。出来了。哦，有人在帮忙打，好痛！帮我打一下。嗯，好的。然后怎么回收车子啊？你回收啊？我要看怎么回收车子。
不行欸，怎么回收车子啊？气，欸，不见了，直接不见了。哦，有回收起来了。哦，有，快是把它打爆，它就可以收起来了。是哦，它现在要去哪里？你要说军车，哪一辆军车？这里啊，这边很多军车欸，你看这里，这里军车。哦，军车里面很多东西欸，你有进来看过吗？没有。你进来看看，你看，哇塞，好多哦！后面的军车也是有，我去，那我去后面搜刮，你去，你在这边搜一下。哦，三等的鞋子欸，三等的裤子欸，欸，你有裤子了，来来来，你放在袋子里面，我就可以捡了呀。袋子什么意思？你放在那个包裹里面，可以放包包里面，就这个地上这个包包，你可以放进去。好啊。现在我把车放进去了，你有看到车吗？有。就拿走了。啊？给你的。穿短裤子，这样你就全身的吗？耶、yeah, ，我全身的。全身的。不过你还是大佬，因为你还多个更好的头盔。哦、oh, ，那个头盔哦。可是那个头盔好丑。Safe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带你到一个小巷子来，嘿嘿嘿。这边我来过。真的哦。对。这边有，你看军车，军车就有大包包。哦，这边有军车。对啊，啊上面好像有东西。我上面看一下。军车都很赞。我的天，里面有一支四等枪哎、欸！真的假的？什么枪啊 ？SPS12。SPS12。我有很多四等枪，你要不要选一支啊？哦、oh, ，SPS 一就是那把散弹枪的吗？可能吧。我有很多四等枪，应该可以给你。哎呦，我玩家在外面。玩家在外面哪里？跑掉了。不要了。那水我拿走了。啊？水被我拿走了。哎、欸，这玩家身上没装备，好可怜。哪一个啊？你后面。外面有个玩家，哪里？你后面那里？你后面。哦。那要打你啊！弯腰，弯腰，弯腰打招呼。给你那个，你。他就觉得我很奇怪，为什么要送他东东？嗯，他没有名字哎，他是什么人物啊？好奇怪啊！嗯，没名字的。还是他穿了那个帽子是的。没有啊，你戴那帽子也是有名字的、啊。可、嗯、他头上没名字哎，好奇怪啊。那他是特殊帽帽。嗯，搞不好他是什么特殊角色。特殊玩家。可是他穿着我装跑了。他应该是人类吧。是啊。要收刮食物再走吗？还是你要去外面探索？不少了、啊。还是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？地图的左上角不是有个 danger 吗？你那么想去那里？没有，现在发现 RPG 不能用之后，不太敢去了。嗯哼，嗯哼，哎，空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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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空投什么？空投物资。有哎、欸。在哪里？箱子里吗？可能就是刚刚我弄那个东东，所以他就这样。哦、真的有个箱子，好多东西哦！我看能不能耕田，好像不行啊，这边没有耕田的功能。这边有一堆食物、哦，但是都不能把。手榴弹呢？哎，可是手榴弹还两个。可以哎，你快看，哪里？这里，你看，可以耕田哎。哪里？你看，哦，轮到这个，应该是拿那个挖吧？对，拿那个才可以耕田。拿这个可以耕田。对，打下去。东西可以耕啊。没关系，左键打下去就可以采收了。这样吗？对，敲它。好开心哦！这边可以耕田哎，原来是这样子玩的。怎么你不想采收了、啊嗯？我玩玩看，胡萝卜，可是我胡
我波补很多哎、欸，1.5不多啦。这边好多屋子哦，你看这边有个洞，哇哦！然后这边有两只僵尸，哎呦！这只给你打，刚好我把子弹填充一下，然后就不哇，用了。变了，哦，哦，差一点就被打。哼哼哼哼。哦哟，他们很烦哎。好，我要再回去。是这好样像子，什么都没。我还以为这两有人个。跳下来了，谁跳下来了？我看到有人从高塔上跳下来，搞不好是僵尸。自动那哦，他们走。啊，有人挂掉了，有人人挂挂了，了，为什么？不知道被僵尸玩死了。他包包在这边。我的队友应该会帮忙捡吧，拜嗯，拜。好吧，我们不用理他了。